刚才上一场啊，王鹤军想摸了他的胸肌，说：“哎呦，这个有胸肌哦。”好，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真的有胸肌的这个，好不好？是谁呢？是人虎的谁？是我最大敌人，也是大家最喜欢的龙天凤鹤军翔。耶，贺小美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。龙汉你好。我是龙胞胎啊，龙胞胎。我刚才是在问他说，啊，你的胡子是怎么了？他说为什么？你说那个天色老了。对，没有，就现在拍完戏嘛，然后休假，对，所以我就懒得刮，因为我在拍戏的时候每天早上就要刮胡子，对啊，然后拍到晚上要再刮一次，哦，因为胡子长很快。